我靠，兄弟们太恐怖了，从来没有见过排这么长的队。上次见到排这么长的队还是12年，那时候火反日大游行，那是官方允许的游行，有几万人吧。但今天这个核酸检测这个队伍也太长了，我带大家从头抖到尾，看一下到底有多长。太恐怖了，好长的队伍啊！后面起码还有几百个人，为人民服务，还有那个党。真的。俺送你是在那个大凳子那里坐的。拼多多，他这个搞推销。还有，今天这个学校放假。要做核酸了，做了核酸没？
鸡蛋灌饼。深圳今天车少了好多啊，我直接过这个十字路马路都没有什么车啊，这个好像是一个超跑啊。怕了没了？